来，请大家合掌，恭念本师圣号及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把课本拿出来翻到第一页，念本师名号三遍。南无南无巴嘎巴帝夏伽牟那耶达塔嘎达亚罗哈帝三藐三菩提亚。南无巴嘎巴帝夏伽牟那耶达塔嘎达亚罗哈帝三藐三菩提亚。南无巴嘎巴帝夏伽牟那耶达塔嘎达亚罗哈帝三藐三菩提亚。接下来念大本金刚陀罗尼，念七遍。Namastariya Tavi Karam Sarva Tata Gataram Am Viraji Viraji Mahajakra Vajiri Sata Sata Sarate Sarate Drai Drai Vitamani Sambhajani Dramati Shita Priya Dram Swaha Namastariya Tavi Karam Sarva Tata Gataram安弥拉基弥拉基玛哈迦克拉巴基里萨达萨达萨德萨德达依达依伊达玛尼三巴迦尼达拉玛提悉达格里亚达拉姆娑哈那玛斯达里亚达维卡拉姆萨瓦达塔达达拉安弥拉基弥拉基玛哈迦克拉巴基里萨达萨达萨德萨德达依达依弥达玛尼三巴迦尼达玛提悉达格里亚达姆娑哈那玛斯达里亚达维卡拉姆萨瓦达塔达达拉安弥拉基弥拉基玛哈迦达拉基萨达萨达萨德萨德达依达依弥达玛尼三巴迦尼达玛提悉达格里亚达姆娑哈那玛斯达里亚达维卡拉姆萨瓦达塔达达拉安弥拉基弥拉基玛哈迦达拉基里萨达萨达萨拉德萨拉德达依达依伊达玛尼三巴迦尼达玛提悉达格里亚达拉姆娑哈。翻到课本203页，203页啊。大家先一起练，复习一下啊，念到教的上个礼拜教的，哦，就念到209页上面那一行，啊，上面那一段，第三行就好，第三行。好，开始练阿里亚。Thank you.
好好好好，顶起来。这个政治户籍啊，上个礼拜就到这里。先讲放生哈，其实不管别人怎么讲了哈，因为目前在台湾放生有很多诟病的，就是被人家指责了哈，啊，就在海边或者是河边，会有一些啊被放生死去的这些众生哈，就当然这样是很不好的啊，所以我们尽量会去避免这些事情啊。第一个就是说，放生的话，不会，绝对不会像那些商店先约定说我要买什么东西，你去给我抓来，这不对的哦，都是临时起意的，啊，把那些商店的哈，啊，卖河的那个鱼啦、虾啦、鸟啦，或者是青蛙之类的哈，啊，他当天要卖给那些啊那个餐厅使用的，我们去把它买过来，然后放生哈，都不可以预先约定的哈。这个放生的东西不可以预先约定的啊，啊，就是最主要就是不给你要买要放生都是不可以预先约定的哈，啊，我们目的就是说，把那个商家今天他预定要卖给餐厅去杀啊，去做买卖，然后租给众。一些人一般人和客人吃的啊，把它买来放生这样哈，啊，最主要目的是这样。您啊，再过来就是哈，还有放生的时候哈，你要放的鱼类虾类之类的哈，海水淡水又不能混合哈，要很清楚啊，放错了就是死掉了，不会活了哈，所以放生当然我们要很注意。还有放生好处很多哈，我几乎可以告诉各位哈，以前没人放生的时候啊，大概可以觉得放生这一点都很平安，不会四次行的哈，一年我们只要放生差不多啊四次就过了哈，啊，都会保你这一点平安，不会四次行啊，尤其是不会有意外的哈。就是伤害身体之类的，绝对不会有哈。就是告诉你说哈，要是说我们每一年放生的话，一般来讲，你每一年应该有的灾祸是可以停止，不会发生啊。然后你有善业功德哈，啊，那个这个地方的神他会报上去啊。报到道立天哈，报到道立天哈，再由那些天官决定哈，哦，大概你像这样一般来讲，业障产生的这些啊，每年的月报不好的报啊，月报哈，都会停止啊，都会停止。但是当你没有做的时候哈，你过去应该有的月报累积下来的。它很快，啊，就会上面就会那个上面就会命令就会下来啊，啊，我们每年应该有的月报都是看你自己过去造的月的月账啊来安排的啊，由三观大帝安排的，然后由这个太岁哈啊带他的这些啊六丁六甲的这些地下的他的兵啊，他的兵众呢，来执行这个命令啊。所以上天对每个人的这些善恶啊业报，其实都很清楚了啊。该受的，其实我们一般要是懂得因果道理的话哈，你该受的，像这些意外的灾害哈，或者生病啊。其实，在英国来讲，哈，一丝一毫都不用抱怨。为什么？嗯，这些都是过去你自己造的业，哦，然后上天只是根据你过去造的业，给你根据你自己的八字跟
跟这个太岁的那个星宿哈、哦、安排出来的，啊、哦、啊，所以自己啊、哦、受到这种种种的，你自己认为意外灾害，其实不是哈，啊、哦，都是上天他有安排的哈、哦，像这种的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哈、哦，唯一的方法怎么解决，就是多做善业哈，啊、哦，用你，譬如说你今年我就放生嘛，放生以后，今年大概就是说，所有的这些，啊、哦，上天指定要报应的哈、哦，大概会暂时给你停止，啊、哦，就不会给你，啊、哦，它是有影响的哈、哦，这会给你停止你暂时的这些，啊、哦，应该本来应该受报的停止了啊、哦，这个都是由。哦，上面，当然这是一种公文了、啊，类似一种公文了、啊，啊，33天掌管人间的一切的生老病死啊，还有善恶业的福报，都是33天在管的哈、啊。啊，注意执行就是刚刚讲的哈、啊，每年的心经，他统帅他的地下的兵将在执行的哈、啊，啊，所以你要知道这些道理以后啊。你就应该知道说哈，其实，啊，恶事不能做啊，做了就会有报应呐、啊，啊，会受到处罚啊，上天他会处罚啊，啊，三类功德一般来讲是可以，以三天来讲，他做天官的人是可以给你抵消三类功德抵消，啊，但是三类功德其实没有办法抵消，为什么？嗯，有时候，譬如说，你对的是动物，对动物或者对人的伤害，啊，哦，被你伤害的人，他要是产寒念在心的话，这个永远没有办法抵消的啊，啊，这就产生说，哦，过去是所结的这些，啊，冤家了，啊，这个是没有办法抵消的哈，33天的天使也没有办法帮你抵消的啊。所以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就是自己要有很明白啊，你自己做的任何的事情啊，几乎是啊，不管大小善恶业啊，都会有因果的啊，从来不会说没有因果的啊，自己清楚了，自己要清楚，因为你邪火的话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因缘果报是绝对清清楚楚的，啊，尤其很多都是上天他自己，所以你自己做下来的善恶，地面上的这些神，通通知道，因为他无形的，他的工作没有什么，像你家里的啊神呐 啊，这是你自己要家里要是有供养这些神哈、啊，不管是佛教的、道教的啊，那一般。道教人他还要办那个啊，就是说地基主啦，地基主其实就是地神啦，自己家里的地神啦，还有灶神啦啊，甚至当然一般来讲，这自己家里有弄佛堂就有神啦啊，还有每个地方的土地公啊和土地啊，你一个人任何造的善恶业，就由他们来记得清清楚楚啊，他们都会记得很清楚的。啊，甚至你自己哈、啊，怎么讲？你自己认为我这些啊，不是善业啊，啊，不是恶业啦，啊，但是他还是记起来。譬如说，简单就好了啦，啊，男人喜欢看色情书籍哈，要、啊、看那个网络之类的哈、啊，这个地基主他会给你报上去。啊，你家里的神他也会报上去，啊，这个会不会受到处罚？这个会受到处罚，啊，但是他的处罚是什么？他的处罚是障碍你自己的修行，你自己这些什么，你自己修行的功德不会被刷掉，啊。因为这个算是
五戒之一嘛，啊，就是犯色戒。这个没有真正的犯，但是你看这些网络的哈，看这些黄色诗集，看这些，这个照样会给你处罚啊。所以有时候哈，我们每一个人自己认为说，这个没有什么罪，又没有伤害到别人，啊。啊，这个就像《楞严经》里面那个什么比丘一样啊，比丘尼的啊，他自己认为他已经修到阿罗汉的啊，但是他犯色戒，认为没有伤害到别人，没有什么罪恶啊，但是死的时候哈，他是直接掉到阿鼻地狱了啊，《楞严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这些善恶业的处罚啊，戒律的轻重。啊、哦，是，就佛经里面释迦佛有讲过的，哦，这个为主了，而、哦、不是你自己认为我做这些东西反正没有伤害到别人，没有关系，这不对的哈、哦。你们这些对佛经有时候要多看一些，才知道说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啊啊、哦哦，因为你现在所做的。就是你将来自己要受报的，没有人受报，你自己要受报的。自己做任何的善恶业，一丝一毫都是自己在受报，啊、哦！所以我们懂得这个因果，懂得佛经，懂得这些三教理论的人都知道哈、哦。你自己做的任何善恶业的，一丝一毫，清清楚楚都是你自己在承担，哦，没有别人会替你承担。啊，自己做好事也自己来承受啊，就是这样，这些都很清楚的。所以当一个人对于这在修行上来讲，对于这些理念清清楚楚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修行人敢做坏事啊，他绝对只有做好事，不会做坏事啊啊。所以因为这样修行，他将来他才能够升到天上去。为什么？只有你自己没有恶业，只有善业的时候，你才有功德升到天上去啊。升到天上去，你在天上享受的，哦，跟人间来讲就差很多，天差地别的哈、哦。为什么？人间寿命只有80岁、100岁啊、哦，但是人间寿命在人间还要承担着你的善恶业苦报啊、哦，受苦报，受那些过去的业报啊、哦，有善有恶的。一般人来讲，就是你善恶差不多了，在做人嘛。啊、哦，所以做人没有纯粹快乐，也没有纯粹啊痛苦，善恶兼办，所以才叫做个人的善恶也兼办的哈、哦。但是你升到天上去，啊、哦，就是大部分都是快乐的，几乎是很少有这些痛苦的。但是天人还是有不好的地方，啊、哦，天人寿命很长，千万年，但是当你年纪大的时候，啊、哦，天人也有老人。啊，那时候就很苦，为什么？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老人就是天人也是一样啊，啊，体力衰弱了啊，然后身上发出臭味了，啊，不肉禅定了哈、啊，但是他要活很久啊，哈、啊，像我们人来讲，人大概就是说，六七十岁以后到死的不会太久，顶多10年、20年、30年算的哈、啊，啊，但是老人当然真的跟年轻人。差很多哈、哦，年轻人身体健康、快乐、漂亮，每天高高兴兴的啊、哦，享受日子。那、啊、老人呢？老人不好的、啊，老人身体衰弱了，行动都不顺了哈、哦，不顺了哈，啊、哦，就光走路也会跌倒哈、哦，然后身体会有病痛，因为什么？那天气大寒大热都会影响啊、哦，所以怎样？当然就是只有做好的到天上啊，享受长久哈、啊。但是还是会有不好的业报。为什么？刚刚讲的啊，天人生命很长，很快乐，大概大部分都在享受。但是等你老了哈、啊，你的福报消紧了，天人福报消紧，要变衰老要死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很痛苦啦。为什么？生命很长啊。或者几千万年都在老人一样，每天在承受老人的痛苦，啊，身上发臭味啊，然后没有体力，
啊啊，然后就是不好的时间很长啊，不是像说一直一直这啊，天人能够活得很漂亮很好看啊，而且时间很长几千万年，但是终于到老的时候还是不好哈 啊，所以释迦牟尼鼓励人不要求不要求天人福报了啊，还是要修行的啊，修行的了，真正去修行，你修到阿罗汉，修到神仙，你就不会老，不会衰老，啊，不会死，生命是永远的，啊，所以其实我们来佛陀教你们，师父教你们，其实真正的还是要你们修行啊，不是，也不是。啊，不是一般读读经的，或者是教你做做功德，升天不就近的啊，跟着不就近，你还是要好好修行，啊，修行不困难的，真的不困难哈，啊，根据师父给你们的图解，你要是能够照图解修成，就能够至少能够变成神仙了，哦，就这样就不会死啊，哦，生命长久了，哦。神仙其实哈，阿罗汉跟神仙有什么差别？啊，我一般来讲，我事实上来讲哈，宗教有差别。为什么宗教有差别？啊，在2000年以前啊，大陆没有佛教啊，啊，佛教是在印度啊，啊。印度是在2000多年前，在印度释迦牟尼佛啊，以这个印度他们的梵天啊、波罗门教为基础啊，啊，你要修行，当然有一个宗教基础啊，啊，释迦牟尼生在那个地方，他们都是一切都是以波罗门教为主的宗教啊，但是他有各种各式样的修行者啊，然后释迦牟尼也是去学习他们的啊，然后在那里面修行。啊，但是他修行里面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阿罗兰尊者，他教释迦牟尼佛啊四禅八定，然后释迦牟尼佛接着四禅八定修成阿罗汉，啊，因为修成阿罗汉有六神通了，啊，六神通里面的宿命通，啊，释迦牟尼可以回溯他过去世所修行的一切的境界，啊，马上就变成他过去的啊。那个朵率天天子的啊，这个叫做什么等觉菩萨，然后马上就开悟证得佛果了哈啊，所以啊，所以这个在释迦牟尼出生以前，其实他们有他们的宗教啊，大部分那个是属于梵天的宗教啊信仰的啊，但是释迦牟尼才在那个地方成佛，成阿罗汉，成佛，成菩萨，释迦牟尼在那边教出来的啊，他把过去所修行的，统统教出来。但是，在中国来讲，中国也有修行者啊，中国是从开始就有修行者啊，啊，你看那些，那个中国的宗教的理论跟印度是不大一样的哈，啊，在中国的宗教理论，它有那些。红金老祖，还有那是开天辟地的神的哈，还有那些，哈，比较明显就是老祖来传教哈，然后在唐朝，神仙一大堆啦哈，有七真的北七真、南七真之间的神仙一大堆，啊，那是所以在中国来讲，它有中国的修行的方法啊，啊，其实哈，师父去研究过了哈，在中国大陆的修行方法。我们讲就是神仙的修行方法啊，其实他的修行方法哈，跟释迦牟尼佛的哈，哦，阿罗汉的修行方法基本上是一样的。所谓基本上的一样，是说他修行的啊，我们不管宗教理论啊，宗教理论当然差很大哈，因为释迦牟尼他教你修行阿罗汉，他的理论是什么？速圣敌嘛，捉因缘嘛，哦，他这些理论告诉你以后，才说你要好好修禅定，要处理，啊，哦，但是在中国的理论没有这些理论啊，中国神仙的理论就只有一个哈，
能够长生不死，不会死掉啊，哈、哦，然后永葆青春，哦，然后生命不会死，啊、哦，神通自在在世界，啊，其实这个我刚刚讲的修行的方法，东西方法一样，啊、哦，基本上为什么你修行过了以后知道啊，原来都是一样的啊，哦、为什么？你用人的身体来修行，他也是用人的印度的人的身体跟中国人的身体，其实一样啊，对不对？骨头一样啊，肌肉一样啊，眼睛五官都一样啊，啊、哦，都是用同样一个东西来修行的。然后修行的结果也是一样啊，哦，他们也讲六神通，啊，中国神仙也讲六神通，但是宿命通有不一样，为什么宿命通不一样？不是啊。那个叫做什么？六神通的最后一个叫什么？漏尽通不一样。中国神仙讲的漏尽通是说啊，我没有跟男女行力，然后泄露精气啊。中国的神仙是这样讲啊，但是印度的阿罗汉的漏尽通不是这样。印度阿罗汉的漏尽通是说，你思想，哦，他在乱妄想会有妄想，妄想就是漏尽通啊、哦。佛教的漏尽通其实是你还有妄想，然后妄想会泄露你的能量，这种漏尽通啊、哦，他的理论是这样。然后中国的神仙的漏尽通不是一样，他指的是比较粗糙的哈、哦，就是说，你还有男人行力，难道泄露进去这都紧痛啊、哦？哦，这里不一样。还有就是说，哈、哦，神仙的境界究竟还没有阿罗汉的境界高啊、哦？一般来讲，哈、哦，中国的神仙他修到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哦，四禅修完他有六紧通会，啊、哦，就是六神通会一个一个发出来，啊、哦，然后他有神通以后，他。因为他没有太多的理论基础，他认为他已经自己就是神通自在了啊，天界人间到处可以自己去游走啊，去享受天地之间哈、哦，甚至离开人间跑到天上去住了。因为他经过修行，有金光体的，有金光身的哈、哦，这是中国的神仙哈、哦。然后佛教的阿罗汉他呢，他不是这样啊，因为他释迦佛教他啊四禅的过程，然后教他那些理论。他修到四禅定，他还要继续修四空定。四空定的话，就把这些比较微细小的念头，这样一个一个一个把它修到紧了，修到最后昧紧定，通通没有了。然后超出三界，啊，不再堕入轮回了。但是他真正修到阿罗汉，离开三界的以后。甚至上，其实他也是没有啊，但是他还是有，他保留他一个叫做什么，叫做一个生命的磁场啊，停留在虚空中，他不入三界里面来轮回啊，阿罗汉，所以阿罗汉他的寿命无尽的，他其实你讲他有寿命，他也没有寿命的，因为他离开这个世界的啊。但是他神通自在啊，他要是来人间利益众生，他可以随意出入啊。但是中国的神仙还没有到那个境界。我刚刚讲的，中国的神仙大部分是修到次禅以后，他就没有继续很深入的去超越四空定啊。他保有四禅以后有六神通啊，六神。但是我刚刚讲的六神通的漏尽通跟阿罗汉的漏尽通是不一样的，但是他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来讲啊。随意自在、逍遥自在的生活，啊，人家你在人间要坐多久就可以住多久，啊，天上当去啊，你要到天上去来讲，一般来讲哈，啊，中国的神仙呢、啊，你在有成就以后，你会在人世间利益众生，做一些替人间造福、行乐向善的一些工作啊，然后受到第四三十三任天王嘉祥。给你奖赏啊、哦！你代表说你在人间做很多善业啦，功德圆满，他就把你
啊，上面画一道圣旨下来啊，一直啊哈，然后把你接上去，啊，见到三十三天，然后给你册封，册封什么大仙的哈，然后在上面啊，在这个上面三十三天以上，在一个地方给你住啊，他们称为大罗天或者是无极天，就这样啊，甚至在那边有一个好的宫殿给你住，给你享受。啊，这是中国的神仙啊，那佛教当然不一样呢。啊，刚刚讲的佛教他修成以后进入阿罗汉，阿罗汉叫怎样？阿罗汉叫日灭呀，涅槃呐，涅槃他根本就离开三界了、三世了嘛，涅槃了，涅槃啊啊啊是第四天王要给你找也不到，呵呵，你出离三界了嘛啊，但是。阿罗汉他本身也不会太做去想做说我要利益众生做很多很多，没有啊，他有些阿罗汉他修成阿罗他就出离了啊，但是佛教当然释迦牟尼的本念不在这里的，因为释迦牟尼他本念是在度一切众生啊，所以他会鼓励阿罗汉发菩萨心修菩萨行啊，然后帮忙佛陀把一切的人啊提升到。提升来修行，然后由见次由阿罗汉小乘转大乘，发菩萨行，然后到会最后成佛，啊，这是宗教上来讲的哈。但是真正的修行来讲，其实是一样的啊。所以真正好哈，那么宗教的目的就是叫你好好修行的，啊，你今天学咒语，当然很好啊啊，可以把你这一辈子学咒的人很聪明哈，因为你要是懂得咒语的功用的话哈，你这一辈子哈。靠座椅几乎可以帮你解决你一切的问题了啊，因为今天的座椅输入教的不多了哈，输入教的只是治病方面的座椅为主哈啊，但是其实座椅里面的本事一大堆啊，是可以改变命运的啊，嗯，这怎么讲啊，几乎你想要什么座椅都有，哦，啊，座椅，师父翻译的座椅有660几条座椅，几所座椅啊，里面很多了哈，哦，要求财的、求财富的、求生命的、求健康的，啊，求儿子的都有了哈，哦，但是就是说。你们自己要去研究，师父一般来教的，就是大部分就是教一些比较只要的座椅啊，到底大部分都是健康的啦、长寿的，啊，然后自己能够求一个，安定的命，这样哈，有一点财富、安定、健康，就是这样啊。啊，比较深入，你们要自己去研究。但是在佛教大藏经里面的座椅哈，不只是这样啊。里面有些座椅哈，我们知道哈，像藏密一样哈，藏密它虽然表面像是讲佛教哈，但是它里面很多的法，包括巫术，包括西藏原始的宗教里面啊，所以目前在藏密来讲啊，它有红教、白教、黄教，里面还有个花教啊，甚至还有。灵隐法师的黑教哈，但是黑教不被承认的哈。里面的花教，它就结合的西藏它本身的原始宗教，叫做巫术在里面啊。所以有些西藏像这些法师的话哈，像花教哈，你的他的弟子要是不听他的命令哈，他会用。这些咒语来修理他，哦，师父是以前不知道，哦，在台北碰到那些学生，有些人他学过花教的，才知道说，哦，原来西藏竟有这种宗教，嗯，这种宗教其实不是佛教，佛教绝对不会有这种事情，啊。但是佛教本身有没有
譬如说我们佛教作为里面写的都是治病啊，对人好的啊，师父也从来不会叫你说要去对人不好的作为哈、啊，哦，啊不好的作为是不是有啊很多啊，尤其是道教哈、啊，啊佛教有没有？有，佛教也有啊，哦、啊，我们刚刚讲的啊西藏的佛教，它就有修理人的作为啊，让人不好的作为啊，哦、啊，啊所以这个作为的东西哈、啊，广义的来讲哈、啊，其实它是有好有坏的。哦，像中国古代的这些咒师哈，啊、哦，他是可以利用作为来修理人的啊、哦，尤其你是看那个中国古代的书籍《封神榜》啊，他就有这种东西啦，啊、哦，就有这种东西，尤其现在还有啊、哦，哦，现在在我们道家的那些宫殿里面还有这种东西啊，哦，譬如说稻草人啊。啊，写你的八字名字，然后做法用针来刺，啊，他刺到哪个地方，你哪个地方就发病，就痛啊、哦，就这样啊，这个就有啊，哦，师父说我出版书了，然后在这个宗教最有名的时候，也有这种道教的弟子来找师父啊，然、哦、后他就说他以前住在一个地方啊，把这住在都市里面的、啊、哈，然后旁边啊房子有人租了、啊，然后去开个宫殿的、啊、哈，然后他说嗯很好啊，住着我自己的附近就有人家在这边开宫殿的、啊、哈，反正是信神的嘛，他也是参加他们去拜拜呀 啊去里面跟他们参加在一起啊，啊，但是参加了几个月以后发觉不大对劲了、啊，哦、啊，就是。这个公主他们的那种心理的想法哈、哦、做法，他觉得说不是很认同啊那样哈、哦，不是很认同，他就离开了，他就不再去了，哦，但是想不到不去以后，竟然他被修他修理啊，他怎么被修理？倒是用这种作为法师的他们的辅助来修理他，哦，修理他他就是莫名叫身体就是睡不着了，然后身体不舒服了，发病了，这样，嗯，就是这样啊啊，所以他才一直要想要解决这些问题，然后在书店上看到师父写的作为的书籍，然后跑来向我请教，呵呵啊，就是这样啊，哦。啊，也想不到说真正的啊，现在在台湾这个社会上，这些公庙还用这种方法在，啊，当然这种方法就是错误的啊，啊，你这些人他表面上啊盖着这个庙宇里面踩的都是很大很好的神呐、啊，啊，搞不好说观世音菩萨，搞不就是啊玉皇大帝啊给你拜，啊拜完私底下竟然。是要你厂长去那边服务啊，然后去拜拜啊，然后去拿一些香火钱啊，而、啊、你不顺从，他就竟然这样给你修理，这个什么宗教嘛？啊，这个不对的啊，这个不对的。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对的，事实上他做的是不对的啊。但是有这样的人，这样的宗教啊，事实上我刚刚讲的。这样的情况来讲，在世界上到处都有，啊、哦，只是他有的表面上装的是好的，这私底下是做不好的。有些他，啊、哦，他看起来就不是很对的，啊、哦，像那些啊南洋的这些降头术之类的哈，啊、哦，反正你们自己修行，你们要自己要有一个正确的主张啊、哦。第一个。不要随便走宗教，师父以前修好修得很好的，也就是因为朋友约去看那个宫庙，啊、哦，回来就琢磨了，也是这个啊，啊、哦，所以你要修行的，千万不要跟这些哈、哦，这些不正当的哈、哦、宗教哈、哦、touch 很麻烦，为什么？因为他表面上看的都是好像。
表妹是说被朋友带去那个宫庙，住在民间啊，一个一楼的。然后表面供养的是什么？玉皇大帝，哦，玉皇大帝，啊、哦。然后回去以后才知道，哇，他来找你的时候是谁？是一只千年的乌龟精，嗯。然后他就想要你身上的那些积淀的那些黄金色的能量体，就是他就这样啊，这就是着魔嘛，来了就是被着魔了啊，啊，那要把他赶走哇，会进会的，因为师父当时修行的时候不知道真的有这些东西哈，书面上有记载，但是师父没有碰到啊，但等到碰到的时候哈，没有办法解决啊，为什么？你还没有去准备要印入这些东西，然后到处去参访啊，然后到最后才看人家用咒语来解决这些鬼神的问题，然后自己才去学。学到会了三年以后，这三年之间哦，肾脏就被这些精怪鬼神哦弄得糊里糊涂了啊，所以要挽救就比较困难的啊，挽救就比较困难的啊，所以这些是告诉你们的哈啊，就是。第一个你们可以好好修行，要是你真的有办法修到像师父的图简这样哈，就这样，就不要乱走了，告诉你就这样。最好的方式就像那个南七真，不是那个北七真一样，王重阳啊，躲在自己的房子里面好好修行，修到神通了可以自由自在了不怕外面的鬼神了，那就出来可以教化众生，游化众生啊，度人啊，啊，不然的话，真的哈，还没有本事以前，千万不要到那些外道的场所啊，有外道的场所，大部分这些外道场所背后都是妖精鬼怪的啊，千万不要去了啊。师父修不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啊，你们要是以后有这个境界，就好好。像王冲一样躲在房子里面修到神通再出来啊，这个就是心得借鉴的啊啊，本来应该这辈子就可以脱离生死轮回了，想不到就被一个同朋友邀请说我们今天晚上去看那个，看人家在穿一个黑衣服的你在地上比带这个鸡练鸡鸡桶啊练鸡的啊，打生钱的之类的，回来就被精怪找麻烦了啊！找麻烦就破功了啊！有什么办法？啊，结界，那时候什么都还没有学啊，怎么结界？那时候只有懂得修行，修四禅八定啊。那时候都还不会知道有什么防护法、什么咒语的、什么五色、什么念珠啊、五色线。通通不知道，这些都是后面才学的啊。但是当你已经被他找上了，哦，他给你钻到你身体上面去了，你才要来学，太晚了。虽然可以补救了，但是究竟太晚了其实还可以补救的，真的佛教里面的东西太多了。但是等你要学，再学一会再来。用印入他，那慢了一步啊？为什么？今天就像有些人一样来学楞严咒啊，楞严咒你会读了啊，会练的，怎么练？怎么使用？怎么用？你还不知道？我告诉你，还会用错了，像咒一样告诉你，要是你没有经验，你光会读。你还不知道怎么用啊，还会用错啊，真的啊，这些东西咒语还是虽然师父教你们怎么练，你很会练还不够，你还要真正去体会它怎么用啊。譬如说楞严咒怎么用，以前师父鬼神道的时候啊，楞严咒一直练，很快都没有间断。因为啥？因为
鬼神站在座上的身体害怕，自己害怕，而且自己很紧张啊，就拼命练练练。但是练完了，有没有解决？没有解决啊！啊、哦，这些鬼神有没有被你修理？有被你修理啊！啊、哦，但是没有解决嘞。为什么鬼神杖永远还没有干净存在，还一直存在？为什么？啊、哦，就是代表你还没有真正会用嘛。你很会练啊、哦，你练的时候哈、啊，任何鬼神在你身上哈、啊，你任人做只要练到啊数五遍的时候，他的力量就开始被束缚、被缩小、缩小啊。然后练到七遍，他要是没有出去，他就被你楞严咒把他的力量消泄掉，然后变成一个黑点的磁场，待着掉在你身上，没有出气，没有出气。楞严就是这样，所以楞严咒很强，任何的鬼神他都抵不过楞严咒啊。但是问题说，你拼命练练练，他的磁场力量被你先剥夺掉了，然后磁场停在你身上啊。有没有解决？还是没有解决？为什么？只要你身上还有这种黑色的磁场哈、哦，它你只要不练的时候，它就慢慢慢慢会吸你身上的能量，它又恢复了。这个就是麻烦的所在，啊、哦，麻烦的所在，啊、哦，等你不练了哈、哦，它在你的身上慢慢吸起能量，它恢复了，恢复的时候还是继续在你身上住在你身上吸起你身上的能量啊。然后给你做幻境啊、梦境啊，哦，障碍你的修行啊，啊，你禅定中给你起一些乱七八糟的念头，啊、哦，你甚至他让你不能够静坐啊，啊、哦，啊，所以有没有办法解决？没有啊。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就出在你没有把他赶出去啊，哦，没有赶出，没有办法赶到去。那怎么做才对？哦啊，所以你学会咒语还要知道怎么用啊。哦，最好的方式这样。哦，第一个就是说，我用咒语，我不是要杀害你啊。一般道教的人或者其他外道的人，他会认为说，你练楞严咒，把他练死了，那、啊、就杀害鬼神呐、啊，对不对？啊、哦。他，你应该作为楞严咒就是降魔咒啊！你练一练，他死掉了，你不是杀害鬼神，不然死亡。很多人，很多一些啊学宗教的人，或者是他就会这样认为了哈、哦。但是，你要有正确的观念，不要被他们影响啊、哦。什么叫正确的观念？楞严咒佛陀教给我们的，佛陀不会害你，也不会叫你做不对的事情啊。楞严咒给你用是给你保护你自己，不受任何鬼神的影响、干扰、障碍你的修行啊。所以楞严咒当然是无上的咒语，力量最强的，没有任何的咒语能够超越它啊。楞严咒真的能够保护你啊、哦，但是你还要会用啊、哦，会用怎么会用？第一个，楞严咒念一念，要让他们出气，啊、哦，出气不是要把它念死，你的目的不是要把它念死在你身上，不是，是要念一念让它出气，这样才对。以前我不知道，太紧张，一直念念念念，一下子都念七遍，七遍那就死在里面了，啊，所以念一念统统死的，安静一阵子，然后后来他又活起来了。活起来又重复了啊、哦、到最后才知道说啊这种方法究竟不对，然后那时候也不知道怎么练，然后去改练其他的座椅啊，练练练练练，到后才觉得、哎、有些座椅你练练练它会出气，为什么？这个座椅的力量比较轻啊，不像楞严咒那么厉害啊，啊，所以等那时候才觉得说哎啊，真的有些座椅能够练一练它就出气了啊，出气好啊，啊，出去，他离开你的身体，他就不会对你产生任何不好的影响啊，啊、哦，是好啊，所以出去才对，啊、哦，要把他练死在里面不对，为什么？
他这总是他这个是不好的磁场啊。鬼神的磁场之所以会害你，第一个就是说为什么是啊？因为这些鬼本来都是鬼道，它附载在动物的身上啊。这个动物的身上有些是好的动物，有些不好的动物啊，像蜘蛛的、蛇的、蝎子啊，它本身带有毒气啊。而这些鬼神啊，其实就是灵魂了、啊。刚刚讲的人死了以后的灵魂附载在这个身上居住，他住久了以后，不要住的几年以后出来的时候，离开这个这些有毒的动物的时候，他的磁场带有毒性。哦，因为这些鬼神的这个磁场哈、哦，其实照理论来讲，它是进化的话，它本身不会带有任何的气分子，带有任何的毒性或者是什么，干干净净。就是一个啊，跟我们不同空间的生命体啊，但是问题就是说，这些低级的鬼神啊，它附载在动物里面，它离开这个动物的身，它会夹杂着这个动物的那个气分子啊，所以我们说鬼神你拜它，它能够吸什么？吸烟呢？吸香烟呢？然后吸俗物的那个能量的气的能量，啊、哦，气分子的能量，比如说香气的啊、哦、之类的气啊、哦。然后，但是对动物来，对植物来讲，它吸植物上的是吸植物上的那个电，你讲电能也好，就是那个能量，啊、哦，就像鬼神为什么附在我们人上，那吸取人的能量啊。啊，它可以壮大它的磁场啊，啊，所以同样的道理啊，啊，这些不好的鬼神，它附载在这个啊蛇啦、猪猪的这些五毒鬼的上面，它离开的时候就带有这些毒素，它们的毒素啊，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啊，所以云南的降头啦、那些巫师啦，就是借着这种法术控制这些五毒鬼的鬼神，然后可以离开它。钻到人的身上，然后害这个人身上产生病痛，产生毒啊，毒的作用，还有鬼神的脑筋的控制影响，这些就是巫术发展的源流都在这边啊。所以怎样？所以就是这些鬼神它本身是带有毒素的，带有那些动物它居住动物体的那些气分子，还有那些气的分子，所以一切这些哈、啊、这些咒语的巫术的哈，啊，它的基本里面的原理就在这个地方而已，啊，你们要是懂得以后，就知道怎么处理，啊，就知道怎么处理，啊，就是很简单嘛，啊，就是利用咒语把他们赶出去，赶离开你的身体，啊，然后他的磁场离开身体，啊，他所夹带的这些毒素不再影响你的肉体，他起心动念的这些意识不再影响你的脑袋，不再影响给你做梦做幻境，啊、哦，让你脑筋能够清晰，啊，能够得到清净，啊、哦，啊，知道这个原理，啊、哦，知道这个原理，你就知道怎么做，啊、哦，就是这样而已。一般来讲，念药师咒他会走，对呀、啊，不一定，啊、哦，至于念几遍，告诉你，啊、哦。第一个看鬼神的大小，啊，鬼神大的你要念很多遍他才走，啊，鬼神小的你念几遍他就走了。譬如一般来讲，你一般的鬼神来讲，我们讲中等的鬼神呐、啊，你要是做要念几遍，21遍，啊，21遍。但是很大的鬼神，21遍还不够，你要念更多啊，因为鬼神太多的鬼神呢、啊。有大鬼小鬼，还有那个出来就是夫妻两个一党的，也有那个鬼哦，精怪的那个大精怪，然后他底下有还有小啰嗦一大堆的。一般来讲哈、哦，药师咒哈，一般来讲啊，他其实哈、哦，他的力量比较温和啊、哦，但是他练的时候哈、哦，他一层一层加上去啊、哦，所以一般来讲你。对比较大的，你就要练多遍哈。一般来讲，至少27遍、21遍以上的大鬼神也会走了，告诉你这样了啊、哦。所以你说一定要几遍，不一定
那楞严咒就念三遍，他就用吐气。不是告诉你的，楞严咒不是这样的意思的啊。楞严咒第一个，楞严咒你念起来啊，第一遍是警告性质，哦，鬼神，你听他知道不舒服了，他知道要对付他了。第一遍只是这样而已。第二遍呢，他会开始感受你的咒的力量跟那个咒的本身的所有的内容。第二遍再听的，然后第三遍以后，他还是不走的话，他会他的磁场开始会被咒力给他压缩了，压缩了啦。所谓压缩也是代表说，第三遍、第四遍以后，他会觉得他的力量被抽掉了，啊，这个鬼神的哈，他要是第三遍、第四遍的时候，他磁场就力量被抽了。哦，差不多在第五遍，它的磁场就会缩小一点的，啊，剩下一点点的啊，然后到第六遍、第七遍，它就磁场力量完全会被收光了、抽光了，然后它就变成一个黑色的小粒子，好像一个小粒子一样，掉下在身体里面的，它没有离开啊，哦，它只是它的本身它的磁场。的力量被抽光了，楞严咒就是这样啊！你念到六七遍，他的力量被就抽光了，啊。那大舌咒可不可以让他离开？大锤子的力量，大锤子不一样的，啊，大锤子的作用不一样。大锤子它是其实是，它在经典上讲它是 pusti 跟三底就是息灾嘛。啊，普斯底是啥争议，所以大水酒它有一半以上是有活菩萨加持能量给你在你身上啊，它是不一样的啊。楞严咒刚刚讲的楞严咒是啥？楞严咒是你一直练，那鬼神在你身体的磁场被抽光了，慢慢的能量被你抽光了，那刚刚不一样了 啊，所以任何咒语里面有不同的功用哈，啊，不是通通一样，不是啊。这个咒语的功用，你念起来体会到才知道哦，原来它这个咒语的功用是不一样的，啊啊，楞严咒是对付魔鬼的，啊，对付这些大精怪的，啊，对付魔王的楞严咒，啊，它力量很强。毋庸置疑的，它力量很强，它是世界上最有强力的咒语，啊，怎么用，你自己要体会啊。那药师咒，它只要是治病的，它是把病鬼从你身上赶出去的，把你身上不好的磁场赶出去的，这个咒语是药师咒，啊，不一样的啊。就是我们不是讲说啊。在密教来讲，在传统的西藏，啊，这个密咒来讲啊，它分为什么？息灾法、增益法、构造法，还有那个有五种法咒语啊，五类啊，啊，你要真正到研究这样好好去研究啊。一般来讲啊，我们要求说啊，求佛菩萨是给我好处，这是增益法。所谓增益法是什么？啊，增益法是大概都是四方四角形的坛场，或者是圆形的坛场啊。然后这样，我念的时候，它加持我能量，啊，这能量加持过来，我怎样？我会觉得我精神饱满，啊，然后身体变年轻的，变好看的，就是增益法啊，没有毛病好了啊，甚至恢复健康了，甚至。哎，年轻变年轻了，这是增益法，寿命延长了，啊，或者说我慢慢变得财富很多了，这都是好的增益法，啊，一般来讲，我们念的息灾法是什么？息灾法就是治病法，啊，啊，我念这个息灾法的咒语，然后身上的病会慢慢好了，病。啊，那些鬼神障的病出去了，我身体恢复健康了，啊，这个目的都不同啊。那构造法是干什么？构造法是解决你这冤亲债主的，啊，你修这个法，啊，
然后把燕青寨主招来，啊，这个燕青寨主是指无形的啊，指无形的，啊，然后你用咒语，用或者是说以这个本尊呐，啊，哈，本尊或者是一些护法神来当面啊来解决问题，让他不要以后不要害你。所以咒语用法不同了，啊，所以你们自己要去学，啊，很抱歉，就是师父给你们教的很少哈，啊，大部分只是教几个比较有名的咒语，就这样哈，啊，啊，事实上很少像今天一样，我告诉你啊，这一些一个比较大、比较深入的这些咒语的分析内容。然后你自己怎么去学习，啊，也让你们告诉你们说，咒语不是平常教你们这么单纯，只是治病或者是啊，它其实还可以给你们很多很多。但是你们自己要去研究，啊，师父所学也是有限的哈，啊，所以你们自己要深入去研究。那咒语能够学到什么个程度？其实咒语也是能够成就你们自己，啊，靠咒语的加持力，啊，我刚刚讲的，啊，咒语它能够啊，像大水起咒，它可以靠上面给你加持能量，让你身体健康，一切都变好了，哈，啊，好，啊，但是还有像那个八十八柄，那个火的名字啊。就是念它，让火一直加持你的能量，让你身体的磁场强壮起来、包完起来啊，哦！这个磁场给你强壮包完，就是告诉你了，让你生命的磁场能够活得更久、活得更健康，这就是这种好处啊！啊，哦，或者你更有智慧，甚至有些佛陀给你的力量啊，哦，它会影响在世间，让你变成。很有钱，很有钱势，这个咒语都做得到，但是他有不同的咒语要修持这些法，做得到啊，甚至咒语里面还有更强的，不是说更强的了。像师父是有看到，但是师父其实是不该告诉你们的啊。像在《大藏经》里面有那个药叉尼。那个座椅，要差椅的座椅哈，修这个法哈，修这个法啊，就是会有要差你来受命，来受命的。这就是说，你修这个法，他会来帮助你。你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要差你就是女人的女的啊，啊，要差一般来讲。大家会想象啊，要查神就是男性的啊，在这四天王带走的这些兵将，大部分都是要查哈，啊。但是要查也有你的啊，怎么会没有你的哈，啊？那么要查你来，你修这个法，他来听你受命啊。你要查办什么，他就去办什么。他有，他刚刚讲的啊，他有办法帮你取得很多财富。也有很多帮你做一些事情啊，但是修这个法不好的，为什么不好？听说了哈，就说你开始修这个，他就来服从你嘛，一直来帮助你做，你什么命他就替你去做嘛哈，啊，当然了，也有你要必须也要一些供养、一些仪式之类的哈，但是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当你死了以后。要差你把你抓去做他的丈夫，啊？什么你的就没用？要差你啊，你修这个法，他来听，他来受你的命，替你做很多事情，啊！你死了以后，你的灵魂他把你带去做他的先生，让你自己这堕落的要差这个这种生命体啊，这种就是说本来是人啊，但是死后你就变成要差你的丈夫啊，就是这样啊，他的条件就是这样啊。但是您在世的时候他替你做很多事情啊，
哦，就是这样啊，啊，所以这个是不好的法，啊，反正大藏经上有这种法了，这种法就是不是很好的法了，当然还有更不好的，就是这个象头天的法，象头天在大藏经里面有就象头天的秘法，秘法它可以修理人啊，你知道？哦，秘法比如说比较基本的原则哈，你修这个法，你必须要磕那个象头天的男女像，男女的象头天的神像了啊，然后修这个法以后，会引来这个象头天神来附在这个像上，啊，然后你要害这个人哈，害这一家的人，啊，这个夫妻对你不好，然后把他象头天的神，啊，埋在他的家门前，背相向，啊，然后这个夫妻天天都会吵架。就是这样啊，他的法很多啊，但是像这种的法在大正藏里面，事实上佛陀是不大喜欢的了啊。但是他为了他在当时在法会上，他向昨天的先生上，我这个法哈，其实在貌瓦还是有利于佛教的，所以佛陀还是允许他们传下来啊。但是一般来讲，我们不会去教这个东西，但是他有这种记录，有这种经典存在，啊，所以我是告诉你们说，哈，佛教这个陀罗尼门哈，东西一大堆啊，但是你们还是像书一样就好了哈，好的学一学，然后有一个好的道可以好好的修啊，把自己修成啊菩萨神仙啊，然后能够逍遥自在己。在世间上啊，三界逍遥自在啊，这样就好了啊。这些法不要修了，不要去写啊。而且告诉你们啊，这个藏密的花教啊，那些巫教也是不要写了，不要写那些乱七八糟的，没有用了啊。好好写好的就好啊。翻到206页，206页就下一堂达迪亚塔。达迪亚塔。嗯。加了。Chiri. Churu. Mahakarunikaya. Sara. Chiri. Chiri. Piri. Biri. Mahapadmahastaya. Mahapadmahastaya. Karakara. Karakara. Girigiri. Guru Guru.Mahashuddha Sattvaya Mahashuddha Sattvaya Ehi Udiya Udiya Dava Bodaya Bodaya Gana Gana Kini Gunu Paramasa Paramashuddha Sattvaya啊，这个三个字连起来的，所以念念的第一个帕拉玛，修达，萨德巴亚，啊，帕拉玛是极为极致的哈，修达是清净，萨德巴亚是有情的，啊，所以说极清净有情哈，再过来，嘎啦嘎啦，叽里叽里，咕噜咕噜。Maha Stama Praptaya Stama Praptaya Jara Samjara Mijara Prajara Etata Etata Parapara Biribiri Buruburu Taratara Diridiri Duruduru Ehiehi Maha Karunika Maha Pashupati Mesatara Taratara
萨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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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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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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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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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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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嘻嘻嘻嘻呼呼呼呼嗡嗡嘎拉嘎拉布拉赫玛布拉赫玛维萨塔拉维萨塔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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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嘀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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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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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拉塔拉萨拉萨拉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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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斯基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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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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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什米拉什米夏塔夏塔萨斯拉萨斯拉普拉迪曼迪达普拉迪曼迪达夏利拉夏利拉吉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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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大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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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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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格曼巴格曼松马松马阿迪迪亚阿迪迪亚亚马亚马瓦鲁纳瓦鲁纳库维拉库维拉布拉赫曼德拉布拉赫曼德拉达纳达达纳达利西嘎纳利西嘎纳德巴嘎纳德巴嘎纳比亚鲁吉达比亚鲁吉达加拉纳加拉纳苏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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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啾鲁啾鲁，啾鲁啾鲁，姆鲁姆鲁，姆鲁姆鲁，普鲁普鲁，普鲁普鲁，萨纳库玛拉，萨纳库玛拉，杜德拉，杜德拉，巴萨瓦，巴萨瓦，维斯努，维斯努，这个写错的话，这个是维斯努才对，嗯，不对不对不对，维斯努，这个换字有一点问题。因为米斯努一般来讲米斯努是这个换字有一点点问题了，这个换字下个礼拜再跟你们讲哈，这个换字有一点问题，米斯努那个努的换字有一点问题， VIS 应该是 NU 才对，大部分都是 NU 不是 TU。刚刚那个林建老就跟着问那个密斯努了，这个为什么会写这样？这个跟你刚写不一样，它中间是 T 呀，跟你刚刚写的，它中间写的是这个，这样对不对？再跟老师讲，念努就是。刚刚是写这样的，对啊，史努是刚刚这是变文天的，我想错了，朵塞天才叫做知子天，史努是变文天，平有天，维斯努还是就是努力的努啊，上面不是写努力的努，这是土啊。这平有天是译音的，哦，译音的。平有天是译音，所以变文天了，对。变文。啊，那个是，但是意思的意义。它的中文是努力的努。对了，应该是这样写才对。上面有没有一个撇没有？这不管了，我们先下个礼拜再给你正确的回答。达纳达，达纳达。这个再过来是巴友，巴友，阿格尼，阿格尼，德巴，德巴，利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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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写的是露西，利西，我告诉你哈，那我们楞严咒里面有一个德巴，德巴露西，德巴露西其实是有的，正确的有这个字，换了字的有这个字，但是我们来讲这个神仙来讲，我们当。我们一般都讲利息，不是露西，利息，纳亚卡，纳亚卡，巴虎，巴虎，比比达，
米吉德拉，米萨鲁帕，米萨鲁帕，达拉尼，达拉尼。对啦，当然你应该来讲 A 要有长音啦、啊、不对的，也不对，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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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讲，没有没有长音，因为这里用的是形象的那个搭，形象来讲，用的就是搭啦。我告诉你啦哈，这个范文来讲啊，有些东西哈，师傅自己也不知道啊，因为他的用法哈，因为。大正藏里面他的梵文就这样写的、啊、你要去改他的话哈，除非你真正有了解真正知道，不然的话还是不要乱改哈、啊、这不管了，达拉达拉迪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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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拉塔拉卡拉嘎拉卡拉嘎拉卡拉嘎拉卡拉哈拉卡拉帕拉卡拉达拉巴拉巴拉，巴拉达雅卡，萨曼达，阿巴罗基达，他们要做，要多一个阿哈，阿巴罗基达，米罗基达，罗基西巴拉，罗基西巴拉，玛希西巴拉，玛希西巴拉，摩呼摩呼，摩呼摩呼。母鲁母鲁，母鸭母鸭，门家门家，拉恰拉恰，曼萨德巴，萨德巴南家，萨德巴南家。再读一遍啊，啊，读到这里就好，时间也到了。我要讲一个206A 1234第四行的最后一个字啊，这个里面课文写的正确都不用改，那个耳下边也没有一点啊，爬路爬路像爬路像啊，那个他写爬里的话是因为哈，第几页？206A 第三行第四行。爬路像就对了，虽然它可以字是写力啊，但是其实它是奥合字，它是奥合字来讲，它发的音质母音不发音。这个哈、哦，这个也没有这一点啊。帕鲁萨，帕鲁萨，这个 N 是来自于后面这个字的，这个 N 是来自于这个啊，来这个第二个字的字啊，马蒂耶，这个是马蒂耶，这个 N 来自于这里啊，这样就对了，各位这样欣赏就对了。这个 N 来自于下面这个 Mahdi 的前面，它这个换人字里面有这个 N 字，它这个 N 嘛，这个都是奥合字的。这个里本来是发里的音，但是因为它是奥合字的字头接上去，母音去掉，母音不可以发，所以变成 Marusan 不是 Parusan Mahdi 耶。这个课本没有错的哦。没有错，这个音在旁边就跟上了。那到底要念乳？念乳的，不要。我刚刚以前跟你们讲过了哈、哦，那个中文的译音字，大部分它都是采用哈、哦，没有奥合字的所有的字体，啊，但是当他把这个
哦，奥合字合起来，它也是用中文原来的字连起来的，所以你用中文的读音，奥合字的时候会读错。奥合字的时候，中文的读音它都母音一起，啊、哦，一起的注音啊、哦，用中文都是有母音的、带母音的，但是在汉人当中来讲，它前面奥合字的时候，前面第一个字的母音要去掉，啊、哦，所以变成它不是玛丽帕利夏，不是帕路上帕路上。这个，来，请各位合掌，念回向偈，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善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